我再拿一座奖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你这件内裤带上台给大家看。我今天带了我的老婆来，然后原本想穿，但穿不上去，但还是希望让大家看一下。对，谢谢大家。走中还快到了，就是这个的 YouTube 奖吗？他有得奖，不然没得奖很尴尬。亲手做的奖 ，Winner goes to 黄小姐 Jerry。超越特效，狐狸年魔法巨小。小杰回归初衷，将自己喜欢的动画道具从无到有亲手制作，坚持且不藏私的记录用心制作的过程，满足观众的好奇心，也是中二的最高境界。第一次拿到亲手做奖的时候，是我爸验出癌症的时候。那今年爸我拿回来了，他今年离开我们了，对。等到我们在一路上，我最感谢的人就是我爸。如果没有我爸，就没有我，也没有今天的大雅工作室。因为最早最早，他是最支持我创业的人，所以我才能走到今天。最开始所有工作室的工具，都是他买给我的，真的是非常感谢。这边我要感谢一位福利脸的狂粉，这一位人呢，我要把他的精神传递下去。谢谢你。把你的老婆借给我，拿了第二座奖。对，这个就是我前几天去找凯凯这柯震东他跟他借来的。我说如果我再拿一座奖的话，我一定会把你这件内裤带上台给大家看，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各位，谢谢。